列车进站了，我是刚刚列车到那112年了。5月7日开车，5月7日，然后8站8堵站喽。6:53所拍摄的是4006次的区间快车，将北线跟花莲的盈利收一下3分钟900米939，全快车4006次，在8站8站停靠，树林发车将北线跟花莲。以前的彩莲是强的奔驰，以前的是204嘛，然后现在改成4006。看一下，406次是，没有哦，讲错，是桃园的，桃园发车哦，改名了，改成桃园了，哇，改成桃园发车，经由北回线跟花莲的区间快车，沿途停靠桃园、莺歌、树林、板桥、万华、台北。松山、南港、八堵、瑞芳、双溪、芙蓉、头城、礁溪、宜安、罗东、树澳新、南澳、新城、宜中南、花莲段，算是蛮优质的半直达。区间开车939全开车，今天939全开车，在8段10秒，拜拜。它是以自强号牌点来跑区间快。两个字再见，拜拜！我的4064，在，那什么，宝在，宝呢？已经，4066，谢哥安，再见，拜拜。